您好，为福部中央健保局通知您，您的健保卡使用异常，将在今天立即停止您的健保卡。为了避免影响您的就医权益，了解详情电话请按九，请尽快与我们联系。了解详情电话请按。健保局您好，转接中，请稍后。健保局您好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健保局，请问有什么事？我这边接到电话说，我健保卡有问题，然后。那我这边用电脑，我帮你查一下。您这边贵姓？我姓周。周什么？周大可。大小的大，哪个可？可以的可。好，民国几年几月几号生日？民国69年10月3日。嗯，身份证号码报一下。嗯 ，U。嗯，再来。19001。4431。再来。好，你电话不用挂，稍等，我先用电脑查哈，请稍等。好，感谢。不会。先生，你报的身份证是不正确的，你是记错了吗？我没有记错啊，1900U19001。